在我身边吗？无法想象你离开我的时候，没有你在的地方，家都不算吧。我会牵住你的手，妈妈。昨日，黄子韬现身北京机场，赶赴伦敦参加2016春夏时装周。虽然正值工作日，但粉丝们早早来到机场为自己的偶像送行。当天，黄子韬以全黑造型亮相，英伦范儿十足。据了解，他此次出行正是应国际品牌之邀。尽管历经大大小小的舞台，但第一次参加时装周的黄子韬还是小有紧张。哦，其实还蛮紧张，但是我也特别的期待，因为第一次，不是品牌邀请，所以我特别的兴奋，然后也很激动。国内艺人踏上国际时装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，可无论是男神还是女神级别，走出国门十个亮相，八个被吐槽，集体沦为时尚绝缘体。而一向自信的黄子韬对此并不担心，坚持做自己。我觉得会有喜欢就肯定会有不喜欢，但我会做我自己。对，尝试一种我没有尝试过的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因为我还没有看到那些衣服，所以我到那边以后才会知道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。爱娱乐，北京报道。